多伦多网上电视的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05年5月26号星期四晚上啊，又到了我们台湾广角镜的节目时间。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时间里，我们想啊跟两位特别来宾，我们研讨一下，讨论一下台湾的政情。那么台湾最近这几个月来，台湾的问题是相当热闹啊，包括这个掀起一股中国热之后呢，又执政党跟在野党之间呢有很多争执争拗。那么尤其国民党也马上要改选党主席了，那么国民党的党主席的这个下任党主席是谁呢？那个现在目前还当然还没有确定，但是我想包括台湾的台湾移民跟台湾岛上的全体台湾人都很关心这个国民党的将来的发展。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里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两位我们的特别来宾。在我右手边的是前台湾东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左光轩左博士。左博士你好。你好，大家好。在左博士旁边的是是民进党加拿大前党部的主任委员苏庆龙，苏先生，苏先生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好。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政党的这个存在跟它的发展，党领袖的人选非常重要。那么以国民党为例，它是一个超过100年的政党，那么在中华民国的建国史上国民党他的这个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从这个中华民国的成立一直到公元2000年，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大家都很清楚。那么公元2000年的台湾的总统直选国民党败给了民进党，那么民进党成立的历史就从他成立到公元2000年取得执政权时间非常短，大概只有十几年。那么十几年的时间，一个原来是我们说是非法的一个政治团体，后来成为一个合法的一个政党，然后再取得中央政府的执政权，那么这个演变这个变化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那么国民党失去政权以后，当然检讨失败的原因大家想励精图治，那么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政党轮替执政的一个模式。那么当然在公元2004年的大选国民党原来是看好可以再取回政权，但是结果不幸人以很少的票数败下来。那么连续两次总统直选都败掉，那么国民党痛定思痛要检讨，那么当然党主席要肩负起很大的这个历史的责任。那么连战先生呢，他担任国民党党主席也有好长一段时间，那么现在他说他在6月要下来了，但是国民党党内要角逐党主席的人，包括马英九跟王金平在内，那么都认为说这个党主席要直接从党员里面选出来，要确立这个制度，但是国民党内还是有一些呼声，希望连战能够继续留任。那么我们想今天就谈谈这个连战留任，是不是留任党主席，还是参选党主席看看他这个将来的演变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情形我想请教左博士，你认为说连战是见好就收好呢，还是他也应该出来角逐这个国民党的下一任主席我想照常理讲这个连先生他应该下来，已经下来了，因为他交代很多次都说是愿意这个给这个年轻人的接棒，这个国民党需要有这种
这种这个度量来培养新的人才。但是唯一很令人担忧的就是最近台湾的这个政局的演变呐、尤其是国民党这个党主席的选举这个气氛并不好啊、不是像以前大家讲是君子之争呐 啊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君子之争，在这个地方是很令人担忧的一件事，因为这两个候选人呐 啊他们本身呢都有问题啊，那么。先讲马英九吧，马英九这个问题啊，是在他这个这个党龄啊，或者是他在党里面的这个地位啊，并不太高啊，所以很多人呢、觉得他是后生之辈啊，你怎么忽然之间好像要改革，要叫这个口号，要国民党要大改革啦，什么东西啊？本来是很好的啊，但是他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国民党一般的人呢，对他呢并不看好啊，认为他这个冲劲太大啊，一个人呢，做领袖的人呢，要有个谦卑的心态，不能够说是所有的人都不对，只有他出来才会那个。就是马英九还不够谦卑，对对对对，国民党的看着很多人看他是就是认为他这样，那么当然了。王金平他本身的这个立场的问题啊，这个一直受人争议的。以前啊，他在历这个从政的这个历史，大家也知道，没有李登辉的话，他根本起不来那么快，那没有那么高。所以他这个同李登辉的关系啊，虽然他澄清了、现在我跟李登辉绝没有关系，我现在是完全是为国民党那个，但是他以前这段历史，大家都在怀疑啊。啊，当初为什么国民党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老是跟李登辉在一起啊？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有这个困难。假如王金平当选之后，这个国民党是不是又要变成要变成一个形态了？台联的这个难兄难弟，那就糟了，知道吧？所以现在问题很大。我现在考虑的，大家考虑这个问题，连战出来与否啊？啊，连战是绝对不想出来，但是。大家硬要把它推上来的话呢，有一个道理在里头，这个道理啊是否正确，这个道理啊大家不知道现在啊，这个正确，假如连战这一仗啊说是说不能够让你们两个这个理念都不没有搞清楚啊，这个整个国民党的这个路线你都不懂，那他可能呢为了国民党的话啊，他可能呢用什么方式我们不晓得，现在已经谈了很多名誉这个主席也要给他，又是大家把中常委啊很多人呢把他啊这个劝进啊很多，所以这个里面很麻烦啊，很乱，现在这个局势很乱。国民党21个中常委联署要连战连任，而且还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面下跪，在台湾这么强调民主先进的地方出现这种类似封建时代的这种举动啊，我也觉得很这个啼笑皆非。苏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怎么看？然后我想，国民党已经差不多100年的历史，那这一次呢，是今年的这个7月10号就选举这个结果发表，这个投票直接选举党主席，这是第一次。那第一次呢，我想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也就是说，国民党在2000年下台以后呢，就一直讲说要改革，要民主化，要本土化。但是呢，最基本的直接选举党主席都不能够引大家互相尊重、互相竞争的情况下呢，还要许多奇奇怪怪的动作。那我们大家应该都会怀疑，到底国民党这是不是真的在改革？第一个有人下跪，这是充满了个封建的作风，这跟两蒋就是蒋介石跟蒋经国时代一样，就是说要下跪这种，还有叫什么永联护国，永联护国这样在要大家要拥护连战继续出任党主席，然后呢，然后保护这个国家，这有点好像是袁世凯永联护党，还说了过永联护国，对，跟那个袁世凯那时候要做总统的时候，党国不分的，对，完全是一样的这一种作风。那时候我们也会笑说护国会，就是袁世凯的时候也谈到这护国会，所以这些作风呢，也就是说国民党在过去这样多的几十年在60年在台湾执政。他50多年，他所拥有的这个行政资源，他所训练的人才真的是多，我想多的是哪一个党都不能够比他。为什么在选党主席的时候就找不到人才？
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很微妙的地方，我们很奇怪的地方。像国民党讲说，他李登辉下台的时候交了1000亿台币的资产，国民党交给党产交给连战先生。然后现在呢，差不多前天我看到那个 call-in 里面，国民党的文宣的一个负责人讲说，其实国民党的党产呢，现在算起来是负数，就是 negative， 就是负资产。那像这种情形，他说国民党一直在骂民进党说你们没有财经人才，但国民党这样都有财经人才，为什么把这个党产自己都五年的时间都花了都花光？所以有很多事情呢，我们怀疑到底国民党呢这样做，那尤其是王金平跟马英九两位先生，我想两位其实在国民党里面应该是非常算是目前呢是声望最高的两位，那他们两个还不能够做的话，那我不知道要找谁。那连战先生再做下去的话，我想对换立的人来讲也许是个好消息，但是对国民党或者是对台湾的全体老百姓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令人觉得很奇怪的是，连战他一再强调说我不会续任党主席，但是为什么下面还要继续拥他？而拥他到最近的几天前，连战的讲话的语气好像又有一点弹性，为自己预留了一个伏笔，就说那国民党人民讲，就是说他不续任党主席不代表他不参选，这个讲的就很非常的含糊啊，非常含糊。连战他而且前几天批评了吴敦义，说吴敦义说他自己说不想选，那连战说这关你什么事？你没有资格来代表我讲话，一切要在要我讲才算。那么他这样子讲法，如果说他真的本身没有意继续担任党主席，吴敦义讲对他应该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为什么他要发脾气？你认为他是不是他有给自己预留一个空间，有弹性的空间？我想这个劝进啊，那个有效啊，是相当厉害啊。而且啊，台湾的政治人物啊，常常啊，有的时候啊，他这个不依照常规来走的，就是忽然之间，你看，比如这个最后李登辉啊，第三次啊，他还想连任呢、啊，那个国大代表的时候要经过国大代表那个，后来当然是美国人参与那个这个舆论呐、这个批评啊，才那个。那连战是否受了党内的那些先进啊，或者中常委，或者是这个大佬级的人物的劝进，都像李焕呐、啊，或者黄作勇啊，他们都希望他继续的。为什么希望他？因为连战这么老，还要希望他干嘛呢？因为他是现在讲起来，他要讲这个伦理，这个国民党的伦理啊，在什么地方？他的国民党伦理的话呢，就是讲现在啊，最近连战才完成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回去的那个，那这个这一条线呢、啊？要由人呢来继续的走，带着这个这条路走，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路。那王金平能够带吗？马英九能够带吗？啊，这个东西当然马英九啊，是我相信大陆啊，假如要这两个人的话，我在中国大陆的话，照我的观看的话他们喜欢，当然喜欢是马英九啊，接上去啊，但是王金平太生疏，而且王金平以前摇摆不定的这个东西，所以很多这个，那么所以刚刚你的问题啊，连战为什么会这个最近的态度又变动？我想他原则上他是不想再干下去，但是假如他的前几天他讲了几句话很厉害的话啊，假如你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党主席的候选人呢、啊、都没有政见，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个路线都不明的话，这个是很糟糕。他讲了这句话啊，那连战这个话讲的话呢，那等于呢是否他已经开始转变了啊？很可能呢、啊，在这个没有办法之下，我相信他并不可能呢、啊，他也预测到，他也看得见，假如他真的是改变了初衷啊来选的话。马英九，你站在何处？你对马英九，你当初鼓励马英九啊，鼓励出来竞选，鼓励王金平出来竞选，
那你现在弗兰站王金平的态度一直是支持他的啊，只要你年先生出来啊，王金平马上就下来让你做，这个是的确。但是马英九怎么办？那一般新的年轻的国民党的新的这个人才啊，很多的人呢、啊、跟到这个马英九的那个团队啊，啊，他们怎么办？是不是又要搞分裂？这个我就是怕连战假如真的再出来的话，可能有第二个国民党的分裂，又要看见再来一次国民党的分裂。假如说连战说我也跳出来参选。那这样的话，王金平他说他会退选，那变成是马英九跟连战两个人对选。对，那你认为说连战一定赢吗？我苏先生，你看，我想如果这种情形下，我想马英九也许会退出，会退出，让连战去。但是马英九说想说，他说他要坚持，他坚持到底啊、哦。对，那个马英九其实，我想在国民党里面这些领导阶层呢，他应该是比较有礼貌。比较守规矩的一个，那比起来，我想他是比较逐进逐退的一个人。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多人要挡马英九？当然就是当会等到2008年总统选举有关，因为马英九现在如果拿到这个党主席这个权位的话，他一定是几乎可以确定，就是说他是代表国民换力的出来竞选总统。那犯难，犯难，对不起，这一是犯难的。那这种情形下呢，王金平这一方面的人，我想很多就是本土的，像这立委，啊，21个说联署，连战先生能继续担任主席，那这些其实都是王金平这一边的人。那么如果是王金平跟马英九两个人互相竞选的话，我想王金平应该是输的一面，所以他现在一直拖，就是说不让马英九上去呢，他能够、推连战起来呢，然后呢，等到这个2008年的时候呢，他也许有机会出来竞选总统，所以他用这种一拥护支持连战这种当主席这种心态呢，我们一直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吴敦义先生跳出来，我想最近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吴敦义出来讲说，连战先生不大概不愿意再竞选连任。那么这个事情啊，很明显，就人家是推想到他跟马英九配，就是马英九当选总统候选的那个吴敦义是副总统。但问题是，如果说连战他续任了党主席，那么马英九2008年的总统，国民党会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吗？就可能会有问题了。对，可能有问题了。我看这个问题不大，因为到的时候，连战把这个国民党带上道路啊，这个很健全的一个党啊的发展呢、啊，很可能由他带呢，好过你这个争执性的太大的这个人呢来带，然后在这4年当中培养啊。马英九啊，好像他以前一样的在培养马英九，连战是不是还要再选举？我相信他，到那个时候他70多岁啊，他现在已经70岁快，啊，就他这快得74岁，一个74岁的老人呐、啊，再来参选的话，我看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所以我讲啊，他反而很多人就在讲马英九，你为什么这么急于要那个？当然，马英九的看法是，他选了党主席的话，他在党里面可以。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位置可固定很稳定了、啊。假如他选不上这个党主席的话呢，啊，所以他就可能有一点问题。就好像民进党一样，苏贞昌他是党的这个党的这个主席，他将来他也是有机会出来代表民进党的。那马英九到底是不是在国民党的大佬里面觉得他太年轻，还要再历练？那么我们啊休息一下，以后我们再回到节目时间来。
各位观众现在延续我们的节目时间，那么我们继续讨论一下国民党的下任党主席的人选啊。那么连战先生啊，连战先生他在去前不久访问中国大陆见到胡锦涛的时候，中共的总书记新闻报道有说，当时他们讨论到国民党下任主席的人选，说胡锦涛曾经有提醒连战，说马英九因为要去香港，签证被拒绝了，可能会让马英九心里面不舒服，而转变他对国民党的对于统派的立场，可能会比较这个心里面会比较支持绿的阵营啊。那所以说，中共方面他反而担心说，如果说刚才左博士你讲说中共方面可能希望马英九当选党主席，可是按照这段新闻的分析呢，胡锦涛反而担心说，马英九如果当上国民党主席，可能会跟大陆的政策啊，可能会跟大陆的两岸的关系可能会有一点干戈。那如果他这么讲的话，你怎么看呢？我讲马英九这个到香港那件事啊，就是当然了，这个马英九的这个动作在台湾的这个动作有几次啊，可能是使得这个中国大陆非常感冒啊，非常这个头痛啊。但是马英九是上次到香港去的那个是扯起了香港的热潮啊，香港的这个妇女界简直是到飞机场接这个讲话很有这个分寸啊，很稳健。香港人说这香港是撕奶杀手，撕奶杀手。所以这一次他去啊，这个不去的原因这个不让他的这个去的原因啊，很可能呢，就是在他某一种场合当中，他讲话讲的不得体啊，所以他才那个。但是这种东西在政治上的衡量啊，中共他一直是玩这个花样的。他们常常是看到你这个东西，他就看到你的那个演变。比如说我这边，中共也是讲我这边希望你是 WHO 啊，这个对支持你，那边呢又在不支持你，又在压你。这种东西都是政治的手腕呢。对于胡锦涛讲这个马英九的话呢，我想他这个带话给马英九，就这个媒体上面就是讲你以后还是要朝这个蓝的这个方向，不要稍微太绿的话，我们不能接受的，可能是带话给他了但是，严格讲起来，他从来没提起王金平啊，王金平是活许人也啊，他们可能并不太了解啊，并不了解，所以在李在勤的话他这个中共的对这个马英九呢，可能呢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了因为我最近接了很多的 email 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给我这个 email 很多了，就这以前都是在我讲学的时候那些教授啊他们呢给我这个还有联络的哈，他们都是希望国民党的是马英九啊，希望马英九都当选的这种东西，他们也关心台湾的这个政局了所以现在可能我们这个节目也很多大陆的朋友他们都在看我们的这个节目我感觉他们可能也知道这个情形，我相信他们的支持马英九的程度呢，可能要他们有投票权的话，他们就会支持。据我们晓得。当年连战在台大政治系当系主任的时候，当教授的时候，马英九曾经上过他的课，他说马英九是连战的学生那么老师支持学生按说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因为马英九在今年的320这个泛蓝要举行这个319枪击案这个周年大游行的时候马英九好像不太支持这个搞这个活动，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这样种下了连战跟马英九之间的心结我想苏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对，其实这个师生关系呢，我们也并不只是连战跟马英九关系，像彭敏敏教授呢，他是教过连战是，甚至于连战结婚的时候，他是介绍人，所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但是最后因为政治理念不同他们是互相的分道扬镳，对。那么，其实马英九是不只是在桌联，其实在选来以后，在坎达格兰里面那个示威游行，马英九就非常的
不积极，因为他说身为台北市的就是行政首长呢，他不愿意牵涉到这种示威，尤其是发生了暴动的时候，对他来讲是非常难堪的事，所以他并没有积极的参加。那也因为这样呢，宋楚瑜先生非常的不能够原谅他，一直在炮打、攻打他。那连战当然是，连战先生也是一样，对马英九就有很多想法呢，就很多不同意他这样做哈。那马英九先生当然他有他的民意基础，他有他的人脉关系呢，我想。这是国民党的事情，但是国民党应该是，如果照民主方式来选择的话，他们应该会选择一个对他们党最有利的人才。那么像现在这种情形，我们看的并不很乐观，也就是说，不要台湾要走入政党政治呢，还是有一点漫长的路要走。在政党政治这方面来讲，确实是民主进步党就民进党在这方面他。远远比国民党要运作的要成熟的多，而尽管民进党里面想争取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人好几个，包括副总统李秀莲在内哈，还有党主席苏贞昌，台北市长行政院长谢长廷，对，他这已经几个了，还有三个都可能，还有尤戏坤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棋子啊。那么那起码摆在台面上已经有三个人了。那可是虽然说他们彼此之间还是说很斗心机哈，但是这个民主的这个，他如果将来要产生总统候选人，我想他的民主的这个运作过程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公开。他民进党的这个党内初选，包括民意，包括选民的初选，都很公开。这方面老实讲。虽然民进党的党龄不是那么长，可是运作的比较成熟。那么其实在这方面我认为是给台湾的民主政治做了一个蛮好的示范，尤其给国民党。好，不晓得左博士你同意不同意这一点？我当然是也看得见这个民进党他在这方面呢、是比这个国民党啊要做得好。就第一，它是一个新的党啊，它不是像这个国民党是百年老店呐、这个东西里面的陈旧的东西太多，清也清不了啊。我以前我记得这个胡适之啊，这个晚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日记里面就是劝蒋先生，劝蒋介石说是这国民党太大太老太旧，要把它分啊，要分掉它。那么现在是分了很多了啊。但是你民进党，你从他们的这个历史来看，就虽然是新党，你看看。这个许信良在的时候他主席的时候这个林义雄吧，是吧，林义雄，对，他们出来的时候都有施明德，他们都有这个民意调查，民意这个深度多少，像陈定南呢、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都有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呢是比较这个是比较做的这个比较好一点比较这个国民党啊是比较这个公开，而且呢比较公正。比如说马英九这个，你想中常委里面就不支持他，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党员，这个资深的党员里面也不支持他那只有什么人支持他？这台北的团队，台北市的团队支持他。那么马英九向南边，向南部这边，中南部那边，他有票吗？他这个地方也是。国民党的这个在这个部分的人是大多数都是王金平抓住了，对，就地盘了，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是很乱的。这个在，但是民进党他没有这种问题。当然了，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拭目以待。以前的东西我们很难讲。你比如是谢长廷，他是一个很会这个竞选的人他很会，有口才好，计谋好那个他就比苏贞昌是老实干劲十足但是像吕秀莲吧，但是我很奇怪我每次接触到朋友大家都说吕秀莲好很多人都是讲吕秀莲了不起，演讲好，讲话有道理，有这个哲理，而且讲话的人都是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有一次在台湾的时候，一个聚会当中，我很奇怪的听到他们这样讲，因为他们听到吕秀莲的演讲认为吕秀莲口才好，吕秀莲有理念，对政治的看法跟其他人不同。所以你看这三个人当中，很可能将来什么人能够出来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但是你讲得很对了，我也赞同了，
民进党是一个新的党，有清有清新的气息在里面啊，他对民主的认识啊，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看法啊，他不是随便乱摆，不是在这个陈年老店里面那个文囊着。因为我们回头看看这个民进党他的那个党内的高层的这种演变跟清杂，从黄信介以后啊，那么有许信良，包括许信良、施明德、林益雄啊，当然施明德跟许信良两个以党主席卸任以后，马上他的理念就跟党中央不合，而就退党。那么退党以后，当然范蓝就尽量把他物色能够拉过来，可是他们没有正式加入范蓝的政党。当时很多台湾的人，包括我们在海外的人，都替民进党捏一把冷汗，说你这个党主席一下子下来，然后就转变这么大立场跟党中央对抗，那么是不是对党来讲是个削弱他？但事实上民进党的后来的这个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并没有因为党主席卸任党主席的立场的转变而受到太大的很明显的伤害啊，没有。反而国民党里面的党主席之争啊，或是他里面的这个候选人呢、啊，要不然就是他的选民就陷于北边，要不然就陷于南边。好像你在苏贞昌是南屏东人，他空降到台北县去选县长，他一样可以选得上。啊，你看谢长廷，他台北人嘛，到高雄去可以选上高雄市长。那么这都显示说，要不然就是说。你可以只能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说他的人望、他的施政能力，南北都接受他；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党中央的运作得非常好，不会造成这个太大的分裂。那么这一方面，国民党现在的两个候选人都有局限性的问题。那么如果王金平的话，他没有马英九在北部的那么吸引力那么高，可是马英九过了浊水溪以南，可能就是。就选票也很有问题哈，那么这是国民党的那个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危机。我还想讨论一下，我们说一个政治人物哈，应该提得起放得下，不管是自动隐退还是时代的浪潮让你下来，按说这样说退就应该退得干干净净。可是连战他说他要退下来，他说他要担任。做永远的义工，那别人要说拥护他当荣誉主席，在我个人看法，即使他不是当荣誉主席，当个义工，他在国民党里面当个义工，你下任党主席，你怎么去对待这个前任党主席？我觉得会变成一种压力跟包袱对后任的党主席。我认为说政治人物要退就退得干干净净。苏先生，你这是对的，是不要变成包袱。对，因为。台湾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当官的话就要靠你运气，但下台的时候要靠你的智慧。你有没有这个智慧说决心说我应该下来了，我应该就要下来。那么连战先生这种，尤其国民党这一方面呢，因为主要我想最重要还是那个党产的问题，因为党产太大，那牵涉到有很多靠这个党产吃饭的人很多，所以说台湾也有一句话讲说你坐在桥里面的人呢，也许想要下来，但是挑这个桥的人呢，就不让他下来。那也很可能啊，我想连战周围这些行政人员呢，帮这住所呢，很多呢，他不愿意连战下来。也许连战是抬轿子人想要不让他下来，不想下来。所以这种情形呢，很可能就发生在连战身上。我想我插一句嘴哈，这个我想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同台湾的这个文官制度啊，我讲这个，我想啊是中国大陆做的比台湾要好。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个中共他这个政治系体系，到了这个某一个阶段退下来，像朱镕基退下来这么，啊那个时候这么样子那个下来他就不理了啊。很多人在干预，就不干预的，就绝对不干预。所以这一点啊，我就觉得是比较那个，就刚刚你讲的连战呢，他是应该要下来，就一鞠躬就下来了，是对国民党啊是有个好的形象啊，就是国民党啊这个继承的找到继承的人了啊。假如连战这次又上来的话呢，就是表明啊国民党找不到继承，找不到，
找不到继承人。这个继承呢很重要，或者说他党内权力没办法平衡了，对他这个传承呢传不下去，要找他来收烂摊子，这就糟了，这就糟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败笔啊。假如连战真的那个的话，我倒是觉得啊，我常常注意到，中共的这个文官制度是怎么样的？我发现他们65岁退休下来啊就很少，除了一个江泽民啊，他这个拿这个军委会的这个主席拿的是，他是因为这个控制这个解放军的那个东，他是抓到这个的，最后他还是让出来，所以全盘让出，他不会有干预啊。你中国国民党这个执政这么多年，你连那个王作荣什么的他都要干预啊，像李焕什么都要那个讲话，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是很糟糕，你看这个。就是放不下身段，放不下身段。中共的这个他的这个高官呢、啊，中共的那个党政就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党的领导人，他的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民主啊，他就是用这种指定的、钦定的或者培养的方式。但是在过去，除了毛泽东以后，你可以发现他们的这个国家或者党的领导人。下来干干净净，干干净干干净。他即使说，比方说江泽民，他在交了总书记，交了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还没有交，但是他事先讲明了，他什么时候要交。对，就是说他，因为他还没有到那个开会的时候，他到开会，开完会他交，就是交了干干净净。那么最多再有一段短时间是媒体去访问他，他讲几句话之外，他就不再干预到现任的这个国家党的领导人。所以这一点老实讲也值得台湾的领导人去参考，这个方面去这方面来讲。当然台湾的这个高官产生都是民选的啦，那么这一点呢，这个中国大陆他是讲说是他的，因为选民的这个环境，大环境还不容许做这么大的选举，当然是他的借口啊，怎么样啊。但是从这方面来看，他也有值得台湾去学习的地方。对，他的制度也有好的地方，并不是说是一窝船的打翻掉，全部把它搞翻，也不见得。我就研我看了很久啊，这个东西我就深深觉得他们呢真的没有来干预，没有这个政治上的干预。到以前的坏的习惯呢，以前中国的这个历史上这个干预的事情太多了，下来皇帝下来之后又要什么啊，儿子啊，这个东西传世的太上皇，太上皇又很多很多麻烦的，皇太后、太上皇、太皇太后。对，那现在是这样子，这样我觉得连战的反而是他，假如我是看的是他希望他下台，希望他下来一鞠躬，对国民党也好，对党的，但是。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下来的话，他真正上去的话，他可能是宣布，就是说我只做几年的话，把这个国党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乱象搞摆平之后，我就自动就下来，我来培养你们再搞的新人，可能有这个动机，可能有他出来这一幕啊，这一幕的话呢，就是已经很不好了，对于一个政治上面那个讲起来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陈水扁总统啊，他前两天他突然间就提了一个。新的台湾的主体意识啊，这个新台湾主体意识，他强调就是说啊，要稳定发展，要务实推动，要和平促成。我总觉得说，台湾主体意识是陈水扁总统在2000年大选的时候，他首先提出来的。那么新台湾主体意识跟台湾主体意识，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分别。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这个新台湾主体意识，你给我解释一下。其实我想，过去十几年来用这个新台湾这句话是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是新跟那个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说新台湾人，所以这个意思我想很明显的，他指的不但是泛绿，就是泛蓝，也就是说外省人和客家人，那时是父老人呢、还有三原住民这些。组成一个主权，这个主权就要先台湾的，所以他我想他主要是在主权方面呢，能够大家能够平和的，能够大家和平的相处，这是主要先台湾主体意识的主要的用意。那因为过去一直互相骂，民进党也骂国民党是造成主权分裂。连战先生甚至于到现在还是在骂民进党也是造成主权分裂。其实这主权分裂这个主要呢，因为国民党本身的结构跟民进党本身的结构的来的这些党员的问题，就是说国民党因为大多数
90%大概都是外省人都跑到国民党，那么相反的呢，本省人就跑到民进党，所以这个造成阻击。那在竞选的时候，能够互相大家不要说太强调这一方面呢，也许会好一点。平常的话，其实现在台湾，我想非常的好。我想这个台湾人或者是外省人，我想没有什么，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嘛。结了婚以后，像几乎每一个人至少有30%以上，不是朋友，是直系关系都有，所以大家相处都非常的。我发现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应该是说，在60到70年代之前的外省人跟台湾人的，就是说融合的还不是那么多。对。但是到70年、80年、90年到现在，根本就完全就融合在一起了。第二代什么都有，父亲是外省人，母亲是。很多很多是这样子，所以这种在台湾来讲，族群的这种。打族群牌哈，族群意识牌，其实已经不合时宜了，完全不合时宜了。那么我们这一代像已经接近50、60岁的人呢，也许因为来的时间很长，小的时候没有机会在语言方面互相学得很好，所以有时候讲，比方说你本省人讲普通话讲得不标准，外省人讲闽南话也讲得不标准。但是问题是，你生活习惯各方面都已经融合在一起，没有任何的隔阂了。所以你认为说台湾新台湾主体意识，事实上就是整个，不论你是从来自台湾的，或是在台湾一直在台湾成长的，都是把台湾当成自己一个家园。其实这是应该是这样做，因为民进党一直强调说台湾没有什么大陆来的，或者是。是台湾本地的，没有这种，应该是只有是移民来到台湾的先后的问题，就有些200年前来，有些是50年前来，这种问题呢是可以，但是等到第二代以后，我相信这种问题已经都解决了，所以时间上呢会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发现了这族群问题在台湾，除非在选举的时候，这些政治人。能利用这个来操作竞选的结果，不然的话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我想不应该。这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比较讨论比较热门的问题，就是关于任务型国大代表对于宪法修正案的这个复议的门槛哈。当然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说，国大代表国民大会的任务就是选举中的副总统，罢免中的副总统，修订宪法，复决立法院所通过之宪法修正案。那么原来的协商是希望说民进党希望说是1/2通过就可以复决宪法修正案，但是后来因为在野党跟执政党大家有一些争议，说要提高到3/4，但是后来民进党又说要回到1/2，那么结果引起在野党包括台联的这个悲歌。对，那么我认为说，我个人认为是宪法修正案复决宪法修正应该要把门槛应该维持高一点，严谨一点，要3/4。左博士你我觉得这个3/4是很合情理的啊，不可能，你这个1/2啊，这个是林益雄啊，那个这个合适的问题啊，这个走了好多走不通啊，他觉得这个门槛定得太高啊，所以他永远是得不到，所以受了林益雄的影响啊，陈水扁呢 才这个总统才开始啊有这个坚持，但是本身呢、这个任务性的国代啊，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种下了一个很怪的一个现象，这个很多人都奇怪，你这个任务型的，这个就是举手嘛，就是来投票嘛，对不对？为什么台联反对？因为他要搞那个什么，你搞了1/2的话，他老早通过了，因为这个大党吃小党嘛，这个将来，这个他们这个。立法委员呢要各去掉一半，现在这个势必
要行的啦，我看这个通不过了，就一定通过了，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啊，他们合起来选举的话就过了四分之三了嘛，那就这个那个这台联他们一定反对嘛，因为他们是小党，那搞了之后他们只有一两个参加的话，或者一个都没有的话，你像亲民党这个现在这个也是面临着的问题的一点，所以四分之三是绝对是公正的。也许是因为一般人看法认为说是因为宪法修正案要复决宪法修正案，因为民进党的党纲里面有很多重大议题他都希望借由修宪而能够通过，那么如果说是二分之一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对于陈水扁的所就是说他所计划的宪法修正案比较容易通过，所以他希望降回来这样。你这么认为？其实在这个竞选这个国大这个选举以前，就是说去年还在选总统以前呢，已经大家林益雄在就到每一个政党，到民进党，在国民党这一些，跟那个连战先生或者是陈水扁先生都已经跟他们已经同意，就是说我们支持修宪。那支持修宪呢，就是说立法委员要减半，然后呢一票可以选两，就是一个选就是候选人，一个是选党。这些已经大家都同意了，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在这次选了以后，如果国民党跟民进党大家合作的话，还是能够进行修宪。但是呢，民进党能够把握，大概每个人都不会跑票，就是说在投票的时候大概不会跑。那国民党这方面呢，我想很多人都没有把握，因为如果说要三分之二的话通过，那就说随便四分之三通过的话，那随便跑个20票的话，这个修宪就没有办法，工程就没有办法进行。那没有办法进行了，现在选这些国大代表等于零嘛，等于没有用嘛。所以他很坚持说，不管如何，大家在互相能够协调之下呢，我们要进行这修宪。那为了能够修宪能够进行顺利的话，你不能够用四分之三，你四分之三呢，很可能有些人就在投票集中当着汇票，因为汇票也算是总票数里面。所以你的看法认为是说，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希望能够宪法修正案复决，在复决的过程当中比较顺利。对。但是也是因为在技术性方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像刚才说你说他的有人不出席啊，有人跑票，对，而使宪法修正案复决发生问题，等于说任务型国代白拿钱而做不到事情，浪费民脂民膏了。这是他们的重点。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想，我们可以继续仔细的，我们来这个观察台湾的政情发展。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再见。